再给禁区里边，这个球四传四射，左路边路传，好机会，停，打得很，球进了，球进了，十九号盒子，比赛的第113分钟，比赛结束了，比赛结束了，第20届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，德国队，他们在1990年之后，时隔24年，再次获得了世界杯冠军，德国总统高克总理。还人家啦，不是人家，是公司，是路口那一家没有执照的财务公司。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我们家泼红漆、挂猪头？我又没有工作做，我又没有钱还，我就只能在楼下的咖啡店帮那个肥婆林洗厕所，每天洗厕所，每天大便就粘在我身上。但是我觉得没关系，为了生活我可以忍，我下半辈子要在厕所里面过，我一辈子要在厕所里面过。哎呀，你放心了，做兄弟的有今生没来世，我不会连累你的，我会离开这里。我的好兄弟，我们一起走。好兄弟，不用一起走，欠钱的是我，不是你，我走你留。不走不行，我也输钱啊。你输了多少钱给人家哦？不是人家，是公司，是陆伟那家没有执照的财务公司。所以陆伟、陆口两家没有执照的财务公司会上来我们家破红漆、挂猪头。我们死定了。没有关系，展瑞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可以远走高飞，离开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重新开始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同志先生，卷美比赛卷土重来，只要您是同志，就可以马上报名。同志先生选美比赛，赢取高达100000令吉的奖金，这是由春天电视台为你荣誉呈现。报名专线10691069。10万元奖金，报名专线10691069，找电话，电话。电话。展瑞，你是同志吗？不是。
展瑞，来，你听我说。那同志，它是一个选择来的，就好像你选择喜欢吃肉，或者是喜欢吃菜这样子，你明白吗？你听谁说的？人家喽。哪一个人家？那。哦，这样要怎样变成同志？有手同志手册的吗？上网啦，上网找。我们能够变成同志的吗 ？OK， 展瑞，能的。那同性恋呢？它是一种选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暂时选择成为同志。赢了这场比赛之后，我们再变回异性恋啦。再变回来？可以的。好，上网。快上网，上网，上网，上网。同志手册，search，那、啊、有了，0.36秒有300万个 match 要怎样找哦？展瑞，10万元奖金，10万元奖金。我是同志，我是同志。那无论谁赢10万元，我们对半分，我是同志，这样就可以还清我们的债务啦。我是同志，我是同志，我是同志。我是同志，我是同志，我是同志。非常感谢你们今天前来面试，我是今天的面试老师。在面试还没有开始前，我必须让你们清楚知道，这是一场同志先生选美比赛，就是说参赛者必须是男同性恋族群。为了确保参赛者都是同志的身份，所以有了这场面试。你们都清楚了吗？清楚啦，我们一看就是同志啦。我是同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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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同志。好，同志，同志啊，同志。好，你们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吗？我先。哪？哦，同志吗？我喜欢上健身房，喜欢游泳。我的名字叫 Lawrence。我叫 Kelvin。跟 Lawrence 一样，一听名字就知道我们是同志了啦。我最喜欢的就是涂指甲油，然后去 shopping， 还有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吃香蕉跟香肠。Kelvin， 名字和性取向没有关系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面试 ，Lawrence。好。Lawrence。回答问题不必举哑铃。OK， 好 ，Lawrence， 请问以下哪个是对同志的正确认知 ？A， 有恋童癖 ；B， 和一般人没有两样 ；C， 会爱上所有同性 ；D， 都是艾滋病带菌者。请回答。A、C 和 D。对不起，答案只有一个。
只有一个，D 都是艾滋病带菌者。你确定吗？好像不是，好像不是，好像不是。哦，不是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的意思是说 C 喜欢所有的同性。嗯，你确定？确定。那你有爱上你身边这位 Kelvin 吗？怎么可能？这胖。所以答案错啊！正确的答案是和一般人没有两样。好。Kelvin， 我知道是 B 和一般人没有两样。那是上一道问题，你的要回答下一道问题。好，下一道问题是，请问如何从穿着上辨别是不是同志 ？A 喜欢穿深 V 领 ，B 喜欢穿紧身衣 ，C 喜欢穿亮色系 ，D。无法从穿着上辨别。答案只有一个。我知道，是 A， 深 V 亮色系紧身衣。没有这个答案。这样是 C， 亮色系深 V 紧身衣。也没有这个答案。B, 紧身亮色系深 V 领。对。错！正确的答案是 D。无法从穿着上辨别，我怀疑你们不是同志。哎呦，我们是同志啊！我们是，我是同志啊！好，为了确保你们都是同志的身份，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同志基本生理反应测试。好，请往你们的后面看，待会儿会播放多张猛男照，测试你们能不能硬起来。好，请准备。你们不是同志，从你们的面试到现在环节的表现，我很肯定你们不是同志。我们是同志，我是同志。你看我的胡子怎样？有，你看我喜欢去刷屏。亲爱的，是不是同志？不会从喜好的运动或从事的活动或从穿着上看得出来。别再扮了，同志是装不出来的。但是我们在上个星期就决定好要扮同志了啊。是。不远的未来，我们一定会爱上男人的。对，我们会爱上男人的。亲爱的，同志不是一种选择，你们没有办法选择爱不爱上一个人，爱是与生俱来的，它是一种天上给的礼物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参加这个比赛。是的，这不是要跟不要的问题，这是是与不是的议题。非常抱歉，你们走吧。我们的债务要怎么还？我们死定了！
戏剧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，它可以让观众快乐，同时它又可以让自己快乐。但是我一直在想说，我们要怎么样用戏剧让快乐，让这个社会快乐一些呢？我每次在看到工程师，他可以建一个很伟大的建筑物，或者是我们看到医生，他可以让病人死起回生。那身为一个艺术工作者，他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事情？他能够怎么样让这个社会快乐一些呢？我们身边周遭有很多很生硬的议题，很多是禁忌的议题。生硬议题像是政府制度啊、医疗制度啊、环境议题啊。禁忌的议题像是性别议题。那性别议题举例来说，跨性别、同志议题、同志权益、女性主义等等，这基本上是华人社会不敢谈的，甚至是不能够谈。那戏剧怎么样让这些议题来接近观众呢？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媒体、报纸、网路或者是书籍，这些是需要主动的去阅读的。那一般上遇到一些比较生硬的议题，我们比较不会说把它看完或继续看下去。那广播电视呢？广播电视只要一个转台就转过去了。那电影呢？电影跟戏剧不一样的地方是，戏剧它是现场表演的，演员是现场的，有现场感，有灵光，所以震撼的效果是直扑观众的。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一般上的观众会很容易的就套入正在上演的这个角色当中，那就更容易的去怜悯这个人。那我想这就是戏剧它能够做的一个效果，跟戏剧它独特的魅力。但我们怎么样用戏剧它独特的柔软来将这样子的议题带给观众呢？比方说刚才的这一部戏是2013年，也就是去年路人甲表演社的一个作品，叫做我就是硬不起来。这个剧名很特别吧，我就是硬不起来。当场的观众仿佛是上了一堂教育，就是性别教育的课程。原本还没有进剧场之前是认为，哦，同志是不能够接近的，同志是一种倾向的选择。但是看了这部戏之后，他知道了，哎，同志他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礼物。那在此情况之下，哎，去除性别的刻板印象就达成了，让这个同志去标签化，剧场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了。还记得去年演了这部戏之后，有一位观众是这样子告诉我的，他说这部戏让他重新认识了同志，这部戏让他重新的去逆向思考。那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哪怕只要有一个人有这样子的感觉，那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也就有多一位能够对同志友善的人？我们用剧场它这种柔软的手段，让这些生硬的议题去接近观众。那希望的就是可以用戏剧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，让戏剧它的一种魅力跟戏剧它的现场感，让他感受到，哎，原来这个议题是可以跟我那么的靠近，而不是哦，一谈到同志就是觉得很遥远的一种感觉。那所以对我来说，戏剧能够为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，当然就是这样。刚才这个例子，同志它只不过是一个弱势族群的一个小例子，这个社会需要我们关怀的弱势族群的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但是我想，如果我们用戏剧
继续用它柔软独特的方式，让这个戏剧诉说一个具有教育意义、具有启发性的这个故事，带给观众朋友。因为一般上戏剧它能够渗入人心的，那在此情况之下呢，我们是不是就能够为这个社会增添一些人文关怀的力量了？我想这就是戏剧能够为这个社会带来的贡献，而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做的事情。戏剧它能够关怀弱势，戏剧它能够做人文关怀，戏剧甚至能够爱这个国家。希望有一天我们不仅是可以说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多元的国家，而我期许的是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并且友善的国家。我们一起努力，谢谢。